算是产品啊，或是一个口头禅，以前的口头禅呀，就是在学校就讲来个 LOUSAI， 来个 LOUSAI。我是听 senior 讲，学校嘛叫他们去外面做，有哪些学校才自己印，印他们的图画出来，不是自己做那个秀 screen 出来。做过 OK， 跟他讲，哎，不会做，不会做，炫耀一下，当过学生不会做。真想做，所以过后就跟几个朋友就是去买材料，做完很有 kick 啊，就是王明志讲的 kick， 突然就 kick 是哦，不我们都想这样子做吗？不我们不要一起合在一起，就是要不要一起买这些材料来做？从第一个一直实验，一直实验，实验到我都要疯了。要知道，就知道的东西啊，就是一定要我一个人失败过后才会成功，但是过后我们还是成功。把他们的东西从这边贴在上面，那边他们这些都是来过的，想就是学过的的种。我就是讲，因为每个人都有机会做龙塞，不讲都有机会，每个人都是龙塞的，只是看你讲迈出那一步成为龙塞。就找一位朋友，后说不是看是跟我讲嘛，我们可以讲龙塞，咱们差不多。哦，一个是我跟你讲是果酒楼塞洋茶，不是讲也没有招楼塞去喝茶。猜什么样会有变？这是我们是从自己零成本，因为给人家就是，如果零成本我们没有赚，我们是很亏，因为我们没有人赞助，没有，就是靠自己来建立这个牌子。